这娘们儿又在搞事情。算了，今天还是好好吃饭吧，鸡腿一人一半，给老公一个惊喜。你别笑。你咋本个闲着吃呢？咋不吃酸辣粉呢？你咋管那么宽呢？啥也是你都管，这么欠的你。你可真是个好赖不知的玩意儿，懒得搭理你。谁稀罕吃你的酸辣粉？我都闻到鸡腿的香味了。鸡腿今天全都得是我的。今天我就盯住了，就完事了。你吃这饭夜了干啥？你酸辣粉不吃，吃啥咋呀？我愿意吃啥吃啥，我的事儿你少管，是不是分不清这个家谁是大小王啊？你是干啥的呀？老公是不是又偷看了？以为鸡腿还在生菜下面呢？你别笑。哎，媳妇儿，你是不是没吃饱啊？你把我这份也吃了吧，来。你吃呗。哎，我不饿，媳妇儿，我先不着急，你先吃吧。哎，我可吃了啊。你别笑。不出我所料，老公一直惦记生菜下面的鸡腿呢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吃完就吃完呗，跑啥呀？鸡腿今天都不吃了，正好那就全是我的了。呀，别笑，鸡腿呢？都剩骨头了，只是这娘们给我偷吃了，说啥我都不能放过你。我鸡腿呢？啊？走。竟然全拿走了，也不说给我留点。又开始吃独食了，过年这一岁算是白长了。这么爱吃是吧？来，这些全都给你吃。这鸡为啥呀？这可是你不吃的啊！大过年的，你别逼我动手。你别笑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今天咋这么好心呢？不管了，可能是我想多了。瞅你这吃相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我先让你得意一会。这烧鸡也太香了，就馋你。你别笑。
真香，哎呀！等你吃饱的，我给你一份大礼。今天我也是扳回一局了，新的一年我站起来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你是不是指定不吃了吧？不吃。可别说，我没想着你。有人。站起来！干啥呀？我让你站起来！吓唬谁呢？把腿放这儿。咋的吧？哎，你干啥呢你？哎，这都能被你发现了？赶紧给我，这是我的，你给我，给我拿着，这是我。今天我就拿它去下馆子。弟妹，你快回来，我就给你点私房钱。竟然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将计就计，换个地方藏。今天能不能吃到肉就看你的本事了。你别笑。再来个障眼法。有米饭有面条，那今天我吃米饭。哎，这米饭都剩好天，都干巴了，你吃面条呗。今天我就想吃米饭了，给我来，你吃面条吧。这些蛋都给你，今天来吃吧。谢谢你。哎，面条多好吃，那米饭剩的剩的呢？我就爱吃剩的米饭，它香。还想忽悠我？我都闻到鸡腿的香味了。这可是你不吃的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我先假装吃点米饭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有人。总想照亮我这碗里，说啥我都得盯住了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等你吃饱了，我再吃鸡腿，到时好好馋你。你别笑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就你那点小心思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。我故意慢点吃，让你着急还没办法。吃个饭可真墨迹，大点口就造呗。
你倒是快点吃啊，我等的花都要谢了。我都摸清你的套路了，你倒是整点新花样出来呀，终究这鸡腿还是我的了吧。鸡腿呢？咋剩骨头了呢？是不是又你吃了？小鸭小还能做成多少鸭贼呀？你是不是又犯病了？你跟谁俩说话呢？你都敢怼我了？怼你咋的啊？我现在是算看明白了，我之前就是给你惯的，从你以后你看我咋收拾你的，天天踹我，你踹我呀，你踹我一个我看看。起来，你让我留一盘啊。你留啥呀？留你配吗？你给我吃一个。你是不是分不清这家谁是大小王啊？你行啊。你看行吗？吓唬谁呀、啊、你，我可不怕你。你又整这出是不是？这是我给自己做的，这个家都是我的，能待待，不能待回你娘家。过分了吧？不行，给我动啊！不生气不生气，夫妻俩哪有不吵架的？我让你吃了吗？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他有错，我也有错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我告诉你，我话不想说第三遍。我被狗咬一口，我不能咬狗一口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你去给我拿点纸去。找不着。我要你有啥用？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我已经控制不住了我体内的洪荒之力了。你别笑，啊，真香、哎、呀，加点辣酱吃，一个都不给你留。这个辣酱挺好吃啊、哦，多给我备着点儿，听没听着啊？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我们平常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，拌个蘸酱，炒个菜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起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块就给大家放，满满的一箱。10罐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上特别方便，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赶紧去拍吧。你是真能跟我俩赛脸呢啊，你拿我说话当耳旁风呢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。抹上点辣酱尝尝。啊，真香。哎呀，你等我一会儿吃完饭。那你是想多了。咋回事？这里有芥末。这里也有，赶紧喝点水。我芥末窝了。这些人给你告诉你，看我敢惯着你，以后看你还服不服啊？我问你，这饭能不能吃？这日子能不能过了？媳妇儿，你急啥动啊？媳妇儿，我这些都是给你折的，媳妇儿，来给，你快吃吧，姐。你哪有这么好心？媳妇儿，你快吃啊、哦！哎呀，我没事，媳妇儿，要不一会儿坨了，你吃吧。咋回事呢？来，媳妇儿，来点这辣酱，这面条啊拌这辣酱好吃，多来点。还是不敢相信，都是给我吃的。对，都是给你吃的，媳妇儿。你别是有事求我吧？没呀、啊。媳妇儿，你等我一分钟啊，我马上回来，你慢点吃。真搞不懂这人今天咋回事，看你着啥腰。来，媳妇儿，你看这些都是老公给你准备的。妈呀，太阳这么大
西边出来了吗？这里没放东西吧？呀，媳妇儿，你把我想成啥人了？媳妇儿，以后老公天天都对你这么好哦，媳妇儿，来尝尝。你也吃，老公。哦，媳妇儿，我不着急，你先吃啊，我冲点喝的喝再给你。老公今天对我太好了，一定是我的辛苦感动老公了。好不好吃，媳妇儿？嗯，好吃。好吃，多吃点啊。啊，真香！多吃点啊，媳妇儿。嗯。来，媳妇儿，来，给你擦擦嘴来。老公，昨晚这么好了。媳妇儿，以后我天天都对你这么好啊。嗯，你别笑。媳妇儿，这个有点烫，我给你晾晾，我帮你吹一吹啊，吹凉了你再喝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太好吃了。来，媳妇儿，嗯，再啃个大猪蹄子。来，老公你也吃呗。媳妇儿，我不吃，以后好吃的都给你哦，媳妇儿。嗯，老公真的改好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护食了。来，媳妇儿，抹点这个辣酱，这抹上辣酱好吃，嘎嘎香，你看看。谢谢老公。慢点吃啊，媳妇儿，不着急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我以后也再不欺负老公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有人。媳妇儿，差不多了。老公今天好暖啊！你别笑，有点烫。我再给你吹啊！老公既然都会抢答了，媳妇儿，来，再多搁点辣酱，媳妇儿，可香了。嗯，平时都不给我吃辣酱的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媳妇儿，这个辣酱拌面条是不是好吃？好吃。媳妇儿，好吃，你再来一点，来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呢，我们拿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，拌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成，吃在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加饭，满满的一箱10罐，还送2个小盖子啊！吃完盖子特别方便，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姐妹们抓紧去拍吧。媳妇儿，这回凉了，你喝吧。慢点，慢点啊、哦！今天表现不错啊，以后就照这样表现啊。媳妇儿，你放心吧，以后我天天都对你这么好啊、哦，并且千倍百倍的对你好。行。大白天做啥美梦啊？都几点了还不做饭呢？今天给老公来个计重计，把鸡腿藏碗底，然后用面条盖上。我倒要看看今天你耍什么花样。你别笑，小样的竟然在偷看。我先静观其变。每个盘里再放一个鸡蛋，迷惑一下老公。你这一天为了对付我真是煞费苦心啊。我先确定一下，又在这个蓝色的碗里。嗯，既然被你发现了，肉放这就不安全了。给老公再来个偷梁换柱。你别笑，这样就看不出来了。哎，我吃这个。嗯，饺子吃哪个不一样呢？这个碗的颜色不一样，我就吃这个。咋的？你吃饭吃碗呢？你别过来磨脚，我就吃这个。哎，你干啥呀？哎呀，今晚我都吃够了，媳妇，来，今天都给你。自作聪明，都给你，你吃吧，这回。
我看你能吃多少。瞅我干啥呀你啊？你这样这么好心吗？哎呀，来，这还有呢，这是腊八蒜，辣酱来，吃吧你。谢谢。你咋不吃啊？我晾凉再吃。那晾凉不就坨了吗？你咋这么能多管闲事呢？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你个老六，你等着吧，我先把鸡腿肉吃了，一块都不给你留。啊，真香啊。先让媳妇儿吃饱饱，等媳妇儿吃完我再吃大鸡腿。真香啊。我得让你误以为我吃的就是没肉的。我给你个盘儿，你倒回吃。我才不的呢，你家住海边啊，你管那么宽。你看我给你倒。不用，用你啊。差点整漏了。吃了这么多，我就不信你还吃不饱。马上就可以吃肉了。面条拌着辣酱可好吃了，你咋不吃呢？你少管我啊、哦！你咋那么欠呢？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呢，我们可以呢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饺子、肉类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不仅好吃还下饭啊！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鲜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给大家发，拿满这一箱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的盖子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啊，真香啊。总算轮到我了，让你天天算计我，你今天没得逞吧？让你看看我的大鸡腿儿。你别笑、哎、有、嗯、又上当了。我鸡腿呢？我扔哪儿去了？刚才明明看着。你别动啊！